3400万，马来西亚发生
那条铁路一共要一亿台币，比中国贵3倍。然后不用招标，给了一间公司叫做福建人公司，龙总司。然后这间公司是被世界银行列入黑名单，因为在菲律宾赚老千涉及欺诈。我们竟然找老千公司来建马来西亚最贵的铁路，然后大选过后，这一笔账就要由我们太平的兄弟姐妹马来西亚的同胞大家一起帮他还债。所以我们买水的时候叫北美亚拉同，阿美尼叫去买先干总。各位，这几天尤其是在安顺。安顺的现在的安弟一个月没有煮饭了，你知道吗？因为我这听到小弟要去安顺，所以他们现在每天晚上都有免费餐吃、免费酒喝。你看我小弟带几个欢乐给安顺的人哦。然后今天阿金听到小弟要把他今天跑去安顺啊，也去吧，也去学人家派遣。各位，我这就是这样，5年让你痛苦，然后让你爽一个月。5月9号过后，他在做政府，你在慢慢苦啊，然后继续苦。如果不要不辛苦，记得换政府，换了臭政府，你就不辛苦。如果这次换不到，我们大家真的回去种番薯。我告诉大家，这一届大选是烦恼拉近最后一个机会。如果你还要投给国政，就好像你现在叫一只鸡投票，投给人家一番鸡的鸡，投给炸鸡店，就是广东人讲的少心公阴人阴满全。你认为有可能你叫一只鸡卖来投票支持炸鸡店，你就是支持他送自己送羊入虎口，对不对？自己去送死。今天我们他这一次推展的这个整个大选选举，只有一个主题，就是派钱。派的不是自己的钱，派的是我们爸爸的钱，而且是借来派的。他把这个所谓的100元租金，从1000多块延长到2000，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你一年只收费一次，可是你给消费税是天天要给。干不干的呀？他把你上到大温上不干的，他比干不干的 GST 哈利哈利。几个打包卖呀 ？GST 打包 GST， 稳定发个单，阿拉把你的好不是干 GST。这一个消费税，害到现在整个市场完全没有水，没有资金，没有资金船都不能走。现在一年只收420元。如果你看昨天的《新洲日报》。关税局说，今年要把消费税提高目标从400亿变成609亿。现在收400亿，我们已经是水深火热。收400亿已经搞到市场萎靡，马来西亚破产人数，这个失业人数不断的上升。他今年还要把目标定到609亿，你自己想想。所以，如果我们再过3个礼拜换政府，我们一年可以帮你们省下609亿，那你们老几百股后行了。如果换不成政府，明年要还609亿的消费税，现在从680亿只收400亿，关税局已经告诉你他要收600亿。换一句话说，大选过后，如果那届不倒，我们等着吃草，消费税肯定提高。6%可以提到8%，8%可以提到10%，6%已经够惨了。从10%的时候，祝大家好运。我们很快都要一起去富贵山庄里面买点一年行情的，好我的几年的钱。各位，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我们不需要自己骗自己。你投给民进党一票，就是投给纳粹一票；你投给纳粹一票。肥婆一票，对不对？
现在马上对人之将死的起因也是苦。90多岁了，终于懂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老天爷让马哈爹能够活这么长，是有目的的，是要让他亲眼看到他当年所作所为，所以可以将功赎罪。现在马哈爹出来要做好事，要确保马来西亚啊能够重生，但是现在马华明在反对他。从前马哈爹做坏事，马华明正支持他；现在马哈爹做好事，马华明就去支反对他。这都是什么证据？这些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对不对？马化腾在过去一直支持马哈爹，殴大脚，殴得最厉害的，看到马哈爹，都是他们，对不对？当时马哈爹打败也是他们，当时马哈爹所作所为我们都不认同，但是今天其余救我死的，我们看得到，如果没有马哈爹，很多人说可以，那你可以跟老板合作。我问大家，你们想换政府吗？想不想换政府？想，对不对？Costa Rica, você sabe Costa Rica在哪里吗？我也不知道啊。
Botswana 人家非洲人那种没有住在树上的都在笑。他们的国家至少他们敢改，能够改变。我告诉大家，改变的时候到了。我们看我们周边的国家，2016年5月9号，菲律宾换政府；2017年5月9号，韩国换政府；2018年5月9号，马来西亚也一样要换政府。菲律宾做得到，韩国做得到，连军人执政的缅甸都做得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不要问能不能换，先要问想不想换。如果想就要做，坐在那边等家里做守株待兔，包山包林也不会想，是要靠大家全体总动员。我们没人力、物力、财力，我们比不上国政，但是我们有人民的力量。我告诉大家，这个是生死存亡的关头，不要等到孙中山先生说的"不到见棺材不流泪"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这一次全部人都统一标准。就是要显示反对党已经完全团结在一起。过去很多案例说，哎呀，击败我会击得落后啊，那火箭怎么投？我告诉大家，火箭永远在我们的心里，火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现在只是用统一的标志，因为我们过去四个党结合，老马的这个团结党，林吉祥的行动党，安华的统一公正党，还有这个诚信党，四个党去年已经结婚在一起，结了婚的事情注册了啊，对不对？我们申请注册1年了，1年都不要批准，现在肚子搞大了，孩子都要生下来了，还是不能批准，那做后再不拿出来标志，生出来的孩子不是私生子，对不对？你如果你的儿子结婚21天批准了，我们注册了1年，他就是犯错，不批就是不批，不批没有办法。为了要确保改朝换代，3大民族能够接受，要显示在野党的团结，我们决定用共同的标志，团结一致，共同标志。最后我们选了眼睛，为什么选眼睛？因为我们相信马来西亚的人民经过60年、13届大选、14届大选，大家应该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们相信马来西亚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相信马来西亚老天。Bye.
130条，130家股市因为这180个人没有回乡投票，霹雳就整个政府完蛋，整个政府就是差那一点点。所以各位乡亲父老，5月9号是我们为自己和下一代改写未来的历史的重要日子。This election is the mother of all election. This election will shape our future. This election will decide our destiny. This is the time. It is now or never. This is the time. Change we must. This is the time the nation should rise up for the nation dream. Fight for freedom, justice, and equality for all the nation.行动党跟他合作一年，
草能不能不能承认在大家手中那一票。大家如果心同慈心，心同慈理，一天一票把国政换掉，明年无中统考就是马来西亚希望联盟政府承认的官方考试。有眼可以看，第三，我们华彩华中几十年来都没有获得公正平等的对待，我们今天可以成功说服其他的人党，明年开始华彩华中将制度化拨款，根据我们学生人数公正平等，好像槟城一样，一年给华教1000万，林冠英一年给华教1000万，阿斌阿弟一年给华教1060万，每一年都给一间独中给500千，19年以来，槟城的独中拿了2000万。我们华联独中在台北，我们美国政府马华民政做政府，华联独中这几年来，除了由当时小弟发起的民联以地养强分一点钱，州政府没有给过我们华联一分钱。不用看他们的脸，下个礼拜、下个月5月9号换政府，明年过新年。我们一年可以给独中，如果小弟做部长，一年几百千、50万，不不得。我只求大家给我们一个机会，把我们麦克风请别走，别请我走，请我喜欢对道路的东西也好好点啊，路也好好还走好不好？对我们所有的，不管你是消费税、所得税、印花税啊、土地这个什么土地税，全部是交给国家，他应该要公正平等的分配。可是我们给了他很多机会，几十年来从来都没有。今天我们如果还要去选他，你是选乌统的代理人。现在大选了，你有注意到吗？现在乌统的红三军就不收工，对不对？啊，乌统的红三军那种什么啊，金兰巴比啊，啊那个巴内东山啊，全部收工。大选过后他们就来开工。我们有这么好骗吗？你看大选要来，哇，报纸的大大马华来说，哇，小现在开始动工。不要等到国会解散才来动土，大选前动土，大选后入土，大选前开工，大选后收工，几十年都是这样骗，对不对？几十年了，从小骗到大，我们还要再给人家骗下去？拿去宣布什么？他现在给我们推动的是大选宣言，我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希望联盟推出的大选宣言，大家很多人都明天、今天晚上听的，要帮我们传。除了我刚才所说的三个送给华社的大礼，第一，所有新春要放永久一起，引领号引诱答案；第二，独中统考文凭要受承认；第三，华小独中要制度化拨款。这个是三个送给华社的大礼。但是我觉得对整个马来西亚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达至协议的制。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那间是守则天，你看他是爸爸 GST， 他也是爸爸 1MPP， 你看整个国家他是财政部长，他是首相，今天他叫 1MPP 出来借钱， 1MPP 去问财政部长，财政部长是那间，然后财政部长去问首相，首相也是那间，然后首相去问这个政府里面国会里有谁也是那间，那间问那间，那间跟那间借钱，最后钱进那间的口袋。谁是1MPP 的主席是南京，谁是1MPP背后的老板是财政部，财政部的部长是谁是南京，财政部的老板是谁是首相，首相是谁是南京，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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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不是自首遮天，完全没有人有办法。当时的副首相当时你一定看到被事情来不来及挂掉的，其实百亿不见不能够向人民交代，他敢不敢出来讲一句话呢？讲个主意嘛，讲你有打黑路，第二天马上收到大信封，直接指挥叫开除。第二，我们的总检察长这一个 Attorney General Nancy Abdulgani Bataya， 当时做好了控状，想要提供嘛，对不对？想要提供，突然间7月23号进到 office 打卡不能打，总检察长主控官被开除，副首相被开除，部长被开除，
总之谁敢动到那间，那就被排除。所以连老马都没有办法要出来参加新党。在这种大前提之下，几乎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机关可以制衡的时候，我们只剩最后一道防线。这最后一道防线就是这3000万的兄弟姐妹，全体马来西亚人民，是时候勇敢地站出来，是时候挺身而出，为了自己下一代改朝换代，莫等待。如果我们这次不换，你认为还有机会吗？老板今年92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老马还求什么？他只求历史一个定位。历史将来可以盖棺论定的时候，至少他在历史的流里还有一个定位。今天林吉祥已经77岁，3个月就得癌症，他的1/3的肾，我去看他的时候，老大是硬硬沉下去的。他的这一个肾，他的 kidney 1/3已经被割除了。各位，七个77岁。一个92岁，安华今年72岁，这3个马来西亚政坛上最有经验的人加起来，差不多300岁，300岁都抓不了那只鸡。下一届大选，我们自己讲讲主意。你不要这样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这一次是义无反顾。当然我知道，可能有还会有很多人来点钱给你啊，小恩小惠。总之我跟你讲，刚刚给三个马来坤，如影电话给你的马来。Makan kita makan, minum kita minum, nyanyi kita nyanyi, tapi pasal undi kita semua undi, pakatan harapan. Amin. Kita tidak salah. Sekarang, jika ada kesempatan, kita makan makan yang baik. 总之，饭照吃，钱照拿 ，lucky draw 照拿，歌照唱，投票5月9号全部投给希望联盟就对了，因为他派你们有人派钱。有人请你吃饭，也是用你的钱请的。他今天吃了5年，然后给你爽1个月，1个月过后再让你苦5年，再给你爽1个月，5年又5年，人生有几个5年？好心哦，爱切哦，阿姨，爱切哦，阿哥那边切，今晚我让龙中喜喜不来，喜不来，大厅放棺材。那不该别切吗？不知道要再讲。马来西亚今天，那今天这一个危害不是他自己个人的，是他整个犯罪集团。他今天可以为所欲为，通过种种的法令，很多都是未审先动。如果这一次他反不倒他，他会变本加厉，甚至于将来不选举，这就看他赢就好。我们马来西亚的民主是岌岌可危，国家到了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我听说啊，这个民政党的候选人，我在这个后廊的这一个这三次的宴会，我亲耳听他演讲，他可以说什么？我来开平啦吼，这个国家代志我来观察下，我来观摩，我来开平，我几何多呢？这种是什么人呢？这种是什么人来的？宋朝的宰相文天祥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管是小将领还是大白鲨，反贪污委员会不能够由手下。
相来控制，首相不能开除反贪污委员会的主席，必须通过国会委任、国会罢免，才能够开除反贪污委员会主席。这样，我们的这一个反贪污委员会就可以像香港的 ICAC 一样，不会像现在这样 ICAC， 或者是 ICAC 啊，这样反贪污委员会就是首相贪污一样可以抓，部长贪污一样。马来西亚才能够有进步，不然我告诉大家，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今天的贪污腐败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你知道吗？现在沙发就是入局的区间，家里面早就一两千万现金，沙发里面五百万现金，忘记都发霉，忘了自己看通告以后多少钱，几十亿在徘徊，对不对？生意行情坏，他一个小小的官员，金英啊，好啊，你这么跟你讲啊，你。5月9号离开今天只剩20多天，我
我们要结合全民的力量，所以望所有的太平的兄弟姐妹、各位同胞，记得不是自己，要一传十，十传百。我们因为选举状况不公平，如果我们自己的五十八千个选票，我们还是不能做政治。我们必须要超过68000才能做政治。上一届我们已经达到52000，还差88000，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鼓励我们的兄弟姐妹，所有的亲朋戚友回来投票，不管你是在太平、金宝、南顺、富安、怡保，全部都要回来。只有这样，我们奇迹才会出现。而我今天相信，根据最新的资料，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个大数码时代的明天啊，就是阿里巴巴。可能你有了解到什么叫做大数码 Big Data， Big Data 是现在最先进的这一个科学数据。根据这一个的调查，如果今天选在222个国会，我们要赢12个做政府。根据最新的民调，我们有机会可以赢116个，险胜。但是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当选举开打的时候，4月28到5月9号这一段期间，会有很多很多老千，很多很多这一个出招出钱的招数，所以我们要把116推高到120到125席，我觉得我们做得到。当选战开打的时候，马电开始放风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从116推高到120啊，如果能够到120，当时候。就算拿进要收网也没有这么容易，大家要明白，拿进这个人 Cassidy 是 King， 霹雳州的许月峰就是他买回去的。当时霹雳州政府十年前会倒台，倒台过第一场演讲就在这里，我还清清楚楚记得2009年霹雳州政府倒台以后第一场，那不是第一场小弟马刘长城跟我们，我们就是在这个篮球场举行第一场倒台过后的千人座谈会。这个从所以我相信，从哪里跌倒，我们就从哪里爬起来。现在垃圾肯定也会用钱嘛，一毫厘的逻辑，他什么都不多，就是钱多，什么都不多，因为不是他的钱，是你们的钱，他派的公司借来的。你以为什么？他派的那些 green 朋克，你拿到的，我跟你讲，不用高兴，你是在花你孙子的钱，他是借的。今天你拿了钱了。就要还他12000，天天洗你的血，把你的毛6000付我，给你9000，9000付我，给你18000，把他们抓死。现在就是这样啊，这个是事实的，事实通常让人家听到就说不爽快，可是不能不讲事实。你以为钱哪里来？我在国会每一年都针对他的账户看到清清楚楚。我十年前当选国会议员的时候，马来西亚的我才一年的利息才100多亿，到今年。单单还国债的利息要300多亿，一个小时要还390万，一个月要还8000多万利息，每一天要还8000多万的利息，包括你都还利息，几几爱年利息8100万，所以不要再说什么5000、10000那些道路水沟，那些是市议会的工作。我们如果只在意这一些，没有看到大难临头，到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所以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乡亲父老，改变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是我们赶起挽救国家的使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生每一个地方都是要死的，是死的，是有重于泰山，或者是轻于鸿毛，选择在我们的手上。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林肯曾经说，人的一生不在于他的长度，而在于他的内容。有的人虽然在生，可是已经死了；有的人虽然死了，是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要做哪一种人，选择在我们的手上。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让我们全太平的兄弟姐妹就用这一次，让太平成为马来西亚民主改革的火车，让太平带动整个北霹雳，让我们从南到北，从西到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全凭海峡，靠你一票。
四月